我要两个人，谁呀？何玉山、许远征。行。我的父亲何玉山，那时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，我和弟弟能与他在一起，是一种奢侈。哎，我坐下，我坐下，我坐下。 跑不动了，奖励你们俩的。老铁，但记住啊，要省着花，要记住细水长流，好吃的东西要放到最后，记住了吗？嗯嗯。走吧，回家。许远征，我父亲的老战友。 林生，首长在家吗？啊，老何，找你的。首长，请你回总部。好，在外面等我一下。是。爸爸有任务。 徐叔叔的突然消失，使得林阿姨既困惑又忧伤。她不明白徐叔叔为什么不辞而别。同志，醒醒！同志，你醒醒！嗯，车来了。 这新闻之夜的床和现在的床差距太大了，真不知道哪一次是真的。啊！原地不动。
首长，是不是到了？不是，是伤公鸡。下去，去，子军，一二三四五，来，这个往里抬。对，再往里推。